行，好的，到时候看吧。这几天也是有几个车友联系我，他们准备去三亚了，说今年打算在三亚。哎呀，这不认识的这些喜欢自驾旅行的朋友们都准备往南跑了，有的准备今年在三亚过冬，有的准备在云南过冬，还有的准备往广东方向去。哎呀，他们都有路线了，我有点迷茫了，我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走了。打开手机的地图，我走过的城市就这上面亮的地方是我都去过的地方，你们看看吧，美好的祖国已经让我走了得有三分之二还得多了，没亮的地儿就是我没去过的，亮了的就我都去过都玩过的地方了，你们说咱接下来往哪走，是不是挺愁人的？你们有没有比较好玩的地方啊，比较值得去的地方，但是是我没去过的啊，推荐一下。以前呢自己规划路线溜溜的，现在呢再规划，哎，一看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了，就有点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行驶了。